究竟商業原裝是什麼呢？什麼叫做視覺營銷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素卓，你們的商業原裝設計師。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，其實開鋪創業的時候怎樣才可以最能夠幫到你。視覺營銷呢，其實是一個比較新的 terms， 很多人都會很陌生的。其實呢，就是你這間鋪的整體，從門面到入面，整體走進去帶給你的潛在顧客一個視覺的一個傳達，從視覺、氣味、燈光還有音樂，我們整體的氛圍其實都是會影響到潛在客戶購買和消費的慾望的。而我們透過改造一些小小的環境裡面的東西，其實也都可以改變人的消費的行為的。透過一些氣氛的改造、陳列的擺放的動線的不同，都可以很有效地去增進你的銷售額。關注素卓，更多原裝小貼士助你打造網紅店，引爆銷售。如果有什麼想知道，有什麼想問，歡迎留言給我，多謝。